一下直播效果，直播效果莫介意，是耶是耶，好爱嗨，请嗨，慢一下。哎，姑娘凉哈，麻油，麻油麻油麻凉水，不想吃不要哈，他送给你吃，你要吗？我不要。在大家有适合边样海鲜啊？适合什么海鲜的？中意边样海鲜？沙丁在五号链接包邮价格，有三斤，有五斤，有十斤。四条腿就不吃了，包物啊包物啊，捞棍啊，捞棍。八十个姐。像黄鳝那种，你要腊鳝还是不要腊鳝喽？有很多种的。像上的那种有很多种的，有很多种。前面这种这种吗？你是要这种吗？很多刺的哇，好多七个哇，很多刺的哇，十块钱一斤包邮，什么一根包邮？三啊，太大人了。听见你说，好像只有我。这种叫腊扇，小腊扇。这里面不仅小腊扇，也有小肉扇，这里面有两种扇。这，哎呀，这种呢是没有小刺的，这种呢是有小刺的，看到吗？这个是没有小刺的，这个是有小刺的，有两种扇，两种型，这种就没有小刺，要两斤啊，称完它咯，称完它咯。要帮你杀吗？你个还买开的？哎呀，仲有啲仔冇卖咗，买只二百钱啦，十蚊纸块剩晒嚟，系十蚊纸块剩晒两个只果嘅，我买肉食都冇嘅嘢啫咯，我自己咧二。你还要什么？除了要这个还要什么？要不要杀？你确定要吗？你不要骗我吗？我真的这个我一点都不想吃，我你要买了你去扔我都不想吃吗？要过啊，还好问多两遍，要么又要自己吃哦，要么要有几个水，这个可以煮汤的呀。我现在我什么海鲜我都不想吃的呀，哪怕你龙虾你叫我吃我都不想吃的呀，老板。龙虾你现在叫我吃我也不想吃，我天天吃顿顿吃海鲜，我现在打嗝都是海鲜的味道，你会吃吗？你吃一样东西天天吃顿顿吃，这个青海摆在我眼前我都不想吃啊，这个叫沙毛，这个叫华子。这个十块钱一斤，和天下老板，顺丰包邮十块钱一斤，但我们三斤，如果单买这种要五斤起发，你可以拼一下其他东西。这个我也不想吃呀，这个我也不想吃呀。如果你说让主播想吃的，那你不用买了哦。主播真的，
包括那么大的鬼虾我都不想吃。那个10块钱呢、啊、一斤包邮，你要拼一下其他东西吗？老板三毛给钱啊，我得谁个三毛啊，这个15，3毛15，3毛15。和田赛老板，你除了要这个还要拼一点其他没了，拼够要么帮你搞5斤60的鱼，包括就有这个给你可以吗？你是广东的没有？和田赛老板5斤60，我现在挺喜欢吃那个什么白粥配瓜咸的，白粥配瓜咸。和田赛怎么说，要帮你安排吗？60块钱有5斤的鱼，肯定就有眼前这个了，可以吗？要吗？怎么说？不多的呀，5斤没有多少的呀，60块钱有5斤了。你要3斤鬼虾直接拍就行了，老板。莫等老板，来花粥我请你食到趴。我走几我亦都食到怕，所以讲，其实我依家一般都食泡面多啲，都系食泡面多啲。今天又打算吃泡面。一般不是白粥就是泡面、面包，都是吃这些多了。现在这一个星期，好像前天才吃完那个什么呀？上次谁买的然后剩下的呀，忘记什么鱼了，某个都没有鱼了，想去吃都泡面好难吃，所以大家看看咯，看看要其他海鲜的没有，等两个奶焖咯，拼沙筋咯，那个莫等的老板拼柠檬啊，拼沙丁啊，都可以拼啊，或拼黑辣，拼那个黑辣不好吗？拼那个黑辣呀，可以清蒸的那个黑辣呀，拼黑辣嘛的，皮皮虾不做啊，皮皮虾不做。我这里改啊、黑辣就是刚刚你问可以做刺身的那个鱼没有，又刚刚你问可以说做刺身的那个鱼吗？刚就这个这个鱼啊，拼这个呀、这一条我称一下咯，可以啊，那个1斤半，不用称了，这条1斤半，也根本。这里还有的，看到吗？我看到毛蛤，这种很大的哦，老杨同学，你要吗？这种大只的哦，不是你们做生腌的那种哦。你要吗？10块钱一斤包邮，5斤起发，5斤60，10斤100。这种不是小的，这种都是大只的，我们叫它大毛，大叫鸡蛋螺，里面是红黄色的，像鸡蛋黄一样的。你要吗？这个不是叫血蛤吧？不讨论其他东西哈，不讨论其他东西。
别人有能力是别人的本事，不要去嫉妒别人，知道吗？提升自身能力。这个没用，冇得讲噶，废噶。等下封开我后做啊，你佢。大家有边样嘢先啊？喜欢什么海鲜的？中意边个样嘢先？你们要吗？你们要吗？你们要吗？要农历啊？要做个农历吗？好几啦？给多少钱啊？便宜再给多少钱啊？十个一盒。